好久没有搞下午茶了吧？今天呢，就给我们家唯一的老年鼠奥利奥搞一个糊糊，然后呢，给他拌一点关节粉，糊了一下老胳膊老腿。然后呢，我又想到小黄桃不是不干嘛，也给他稍微拌一点，然后加一点鸡蛋粉，给他拌一下。首先，我们给奥利奥搞一下关节丸吧，磨成粉以后放进去就行了。然后是我上次做的鸡蛋壳粉，给小黄桃来一点点。好，加水搅拌一下。biu 摆个盘，给他们简单来块饼干吧，就不多吃了。最后撒点椰蓉装饰一下就好啦。奥利奥这个家伙，饼干不吃，糊糊不吃，在那边舔一地的椰蓉。好吧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拜拜。